场这个外墙坍塌，这个土石整个外泄到路面上，这是东万寿路669号对面。那这个刚好有一辆小黄司机开车经过，就不幸被土石压倒在地了。这个钣金是整个被压垮变形掀起来了，车子轮胎也是没有在地面上的，看来是土石冲击太强，把车子整辆冲起来。那我们现在总共有两台怪手在开挖。